老师啊，我哋阿植老师啦，咁啦，我就好想问下你啦，你上次就话俾我听咧，鼻敏感啊嘛，咁我上次就话，你老师你都有应该鼻敏感噶喎，你记唔记得我咁讲？系，系啊，你都有鼻敏感，你觉得鼻敏感系点样啊？鼻敏感都好辛苦咯。咁啊，天氣有少少變化，我就凍咗啲，跟住咧就會一早一起身就打乞嗤，不停咁打乞嗤，跟住咧流鼻水，係啊，好辛苦咯。咁啊，間中話發作就發作噶啦。哦，咁你有冇諗過？有冇諗過咧？醫好佢啊？哎呀，去到醫生嗰度，醫生就話呢啲病冇得斷尾，只係話冇藥食。哦，系啊，所以咧就变咗，我就听到好多人都系话，哎呀，冇得医噶，系啊，咁我咧就成日都听人嚟讲，跟住咧我又上次又见到有个朋友仔话，我话你鼻敏感都好严重，跟住你都睇到啊，哎呀，我鼻敏感又朝朝早瞓醒咧就打一次流鼻涕，已经习惯咗呢种生活噶啦，系冇办法咯，系咪？有时辛苦起嚟，严重起嚟，头都晕晕地，嗰人咧好似晕晕顿顿嗰种。哦，晕晕顿顿咁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咁如果有个方法咧，话俾你听啊，其实透过手法，某啲手法咧，可以令到你个鼻咧，断咗尾去啊，以后唔打乞嗤流鼻涕。其实你哋有冇想过呢样嘢噶？想是想啊，不过谂住医生都话医唔到，我以为就系医唔到咯，真系冇听到过呢种医法咯。系啊，咁你介唔介意除眼镜咧？好啊，咁样咧，你将个 course 可以立少少，我介绍大家点样睇咧，一个人有冇鼻敏感？其实鼻敏感咧都好容易睇嘅啫。咁我哋都冇话俾我听鼻敏感啦，但系其实我都睇到你鼻敏感噶嘛，记唔记得？系啊。咁我哋咧好多时咧，我哋咧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咧，你个鼻咧咁样嗱，你咁样扫落去咧，呢度少少棘住嘅，咁你扫落去咧呢个位咧就棘得犀利多啲啦。嗯。咁如果你个镜头一收入去咧，你就会见到啲旧骨系凸咗出嚟嘅。哦，咁即系证明呢边咧就比较严重少少啦。系啊，系咪啊？系呢个流得多啲嘅。系啦，系啦。系啊，一发咗热，鼻入边要好痕。系啦，咁有痕啦，或者有时会塞住啦，或者有时想渗咧，就呢个位棘得比较严重少少啦。系啊，系啊，系。系啦，系。吓，咁你话啦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咧，有多时我唔讲你唔知啊。嗱，好似你完全冇话俾我听，但我就系除咗眼镜就会摸到你，其实对眼睛都睇到嘅。头先我就系用相片同你影张相，咪话都话咗俾你听啊。呢边严重少少，记唔记得？系系啊，咁啊，真系冇听过嗰种医法第一次。系啊系啊，咁你有冇谂过啊？透过睇你个样就知道你哋有咩问题，或者摸你就知道你边度？这个什么问题其实你都没见过这种。没见过，第一次真的见到你撞到你才知道有这种的医法。哎呀，我心想死了。咁啊，嗰個鼻敏感就跟住我要跟到成世噶。係啊係啊，有啲人咧都有啲坊間咧有啲食鼻敏感藥嘅，不過唔係話食一次兩次好翻，佢好似係長期食嘅。但係咧，我都試過有啲人啊話咗嗰啲偏方，係咩偏方咧？佢話買嗰啲臭草啊，加啲咩冰糖啊，係去燉噶。我試咗好多次。都是没用。是啊，咁我唔讲即係如果大家唔讲唔知道呢，好多时呢鼻敏感呢有几种原因嘅，有啲係叫花粉过敏啦，有冇听过？咁如果你唔係花粉过敏呢，有啲係对啲动物过敏嘅，有啲毛啊都会影响佢打一次流鼻涕嘅。但係我自己唔知囉，我就无啦啦喺屋企，就係疫情开始，跟住喺屋企，跟住后咩就开始啦。但是我找来找去屋企应该说花粉，我屋企不种花。是啦，咁我又冇花粉啦，就唔关花粉事啦，咁我又冇种小动物或者又唔係小动物问题啦，咁我哋就要检查返个鼻骨有冇歪啦。哦，我从来冇諗过嗰个係关于嗰啲骨鼻骨嗰度。是啊是啊，甚至呢有时呢你把声好闻呢，咁我哋上次有个男仔呢又是个鼻好敏的，咁我又系见到佢鼻敏感啊，帮佢医咗咧。原来咧鼻敏感医好咗咧，你把声都会靓啲噶，知唔知啊？哦，咁啊，应该系，因为唱歌啊、讲嘢本身
都是用鼻腔嘛，连住鼻腔的。是啦，咁、啊、有时都有听过啊，耳鼻喉科都是其实相通的嘛。其实有一方面，譬如好似你有时好简单，啊，你伤风感冒，你把声都沉咗沙咗噶，系咪？系咪？打一支流鼻涕，你有时呢啲位置都会不舒服噶嘛。系啊，吓、啊，所谓瓜能腾腾能瓜啦。咁咧，难得有老师喺度啦，咁我今日咧就帮你整咗个鼻敏感佢。好啊，咁啊，以后咧瞓醒就你个厕纸就同你拜拜。系、哎、啊，打一支流鼻涕就同你拜拜噶啦。我呢排啊，啲厕纸咧神多啲紧用噶，系嘛？系啊，咁啊，希望又帮到你啦。系系，咁啊，真系多谢你。如果系，如果系我。好期待咧，我个真系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。梗系啦，你啊好翻晒就要教我多啲唱歌技巧啦，知唔知啊？系啊，大家都系好。跟住我哋开始啦。睇紧影片嘅观众朋友，希望你哋立即订阅我哋焦点 FM TV 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系一个知识综艺嘅网络电视平台，希望咧嚟紧嘅影片同埋视频咧，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俾大家。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的。个鼻会高一点的。嗯，个鼻会高一点的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我本身的鼻就不高。嗯，你好像这样呢，到时呢你都好像这样高了这两块东西，到时这两块东西就会没了。嗯。嗯，未录住，等一下。等先，嗱，你呢度摸咗呢嚿嘢，呢度有嚿嘢，摸唔摸到？你可以过嚟摸下，你学唔学下摸啊？吓，呢度有嚿嘢，呢度有嚿嘢，你可以试下摸一嚿，呢度两粒嘢。我自己摸。吓，自己可以摸下。嗱，呢度有粒嘢。系啊。啊，呢度都有粒嘢，知唔知啊？嗯。眼镜都会唔同咗噶喎。呢个系唔系骨嚟嘅咩？系骨嚟嘅。系啊，呢嚿骨咪掉咗出嚟压住你。鼻嗰個通道咯，同埋眼睛都會清翻。你話呢度呢度亦都係淚溝嗰個位唔啱位喎。哦。啊，眼睛會大翻少少個 ，O 唔 OK 啊？嗯。哦。嗯 ，OK 啦。好。好。嗱，嗰個骨冇冇咗啦。哦。自己摸下。系啊，嚿骨冇咗啦。就喺呢度系后边。嗯，可以慢慢起身感受下。好，过嚟呢边啦。起身，起身，成个人起身，瞓翻埋佢先。好，坐上嚟呢度啊。系啦，瞓落去。唔使唔使，坐喺度。哦。系啦，自己感觉，嗯，或者攞个镜俾你望下先。你揸住，嗱呢度成嚿骨就入咗去噶啦。呢嚿突，头先突咗出嚟，呢嚿骨咪冇咗咯。嗯，嗱你摸啲嚿咪有咯。有冇感觉？呢度有冇感觉？哦，啊呢嚿骨咪冇咗咯。哦，系。明唔明啊？嗯，咁留意下唞气啦。嗯，有冇觉得舒服啲唞气？好似系呢个通啲。系啦，系嘛，系啦。咁啊，系啦，我又除翻个口罩先。系啦，啱啱头先就帮你做咗一遍个鼻啦，个感觉点啊？咁啊，通咗好多，通咗好多。有冇留意眼睛啊？眼睛好似系，开翻少少嘅。系啊，你唔讲我都冇谂到系眼睛嗰度有啲系开翻啲。系啊，系好似系光啲。系啊，光啲，同埋成个眼球系大咗少少嘅。你望住个镜头就知啦。睇唔睇到？阿咩？睇唔睇到嗰个眼睛呢边？呢边眼球咪大翻咯。嗯。哦。睇唔睇到？个眼皮嗰度就升翻上去咯。系咯，个眼皮。系啊。咁、你嗰只眼冇咁攰喎，好似轻松啲，轻松啲。头先咪话俾你听个泪管呢个位连埋个泪管噶嘛，哦，系啦。咁我同埋咧，我哋咧都想教下大家点样睇啊，咁样望住个镜头先。嗱、你睇唔睇到佢个鼻啦？系咪个鼻？嗱呢度收咗落去嘅，呢个收咗落去。咁你有冇见到佢呢个鼻头其实佢本身系歪嘅？嗯，
哦，本身名我都冇注意到。唔紧要，我第三隔你睇。咁我就想教埋观众点样睇。咁样咧，我哋点解话特登话俾人听咧？嗱，佢个鼻本身呢度两牛骨突咗出嚟，你睇翻呢牛骨入边去，其实佢鼻本身个鼻头少少歪，跟住代表乜嘢咧？咁你个腰就有问题啦。哦，你腰系咪成日都有少少冤冤痛痛噶？系啊，我差唔多日日都系。系啊，尤其系呢个位置。系啊，起身时间咧就会硬晒噶。系啊系啊，咁、啊、我就想就唔系话啲乜嘢，就反而咧就话翻俾人听啊，你留意一下啊条腰有事咧，你再留意一下个鼻哥有冇歪斜歪。咁同埋咧，有时鼻敏感咧都有同你个鼻有关系嘅。咁、啊鼻本身咧，如果你有鼻敏感啊，成大部分咧都可能鼻。咽膜或者內骨歪咗引致嘅，咁另外咧就有時咧鼻咧，點解我哋好多時咧有啲人嚟特登揾我整鼻咧？如果喺風水學嚟講咧，我哋話鼻為財星，鼻為夫星啊嘛，嗯，有冇聽過？所以如果女仔有折嘅話咧，咁啊即係無論婚姻又好咧，或者識嘅男朋友。都是差少少嘅，即系个夹嗰个程度是差少少嘅。好多时呢啲咁嘅情况，处理咗佢冇咗嗰两个折位咧，咁佢个相处又会更加好啲嘅喎。哦，系啦，有关系。系啊，咁而家呢度咧，信翻咧，嗱，你咁摸落去，你摸自己摸下。系啊，系嘛？你再攞呢只手摸下，个感觉系咪唔同啊？系唔同，呢度咧都。仲系好似有粒骨凸咗出嚟，系啊系啊，未整嘅就系嗰度，系啊，啊整咗嗰边系咪冇咗？嗰边就系真系平咗，系啦系啦。咁嗱，好似头先你咁讲咧，就话啊，其实鼻敏感跟咗你几十年啦，系咪啊？打乞嗤、流鼻涕，或者有时成日鼻塞塞咁，而家好似做咗变，有冇觉得通啲、透气啊？同埋眼睛都会系啊，呢边系。比那边未整的就是不同了。几久啊鼻敏感？我啊，应该我是19年开始。啊。就是疫情开始在屋企，跟着开始就有了。哇，都好像几十年咁啊。19年冇，就是疫情。哦 ,19 年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哦 ,19 年都是现在就2024年。是啊，都已经5年了，是吧？是啊，五六年了。五六年了。是啊。咁有个手法帮到你都 OK 啦。系啊，系，因为我从来都未听过有呢种，因为问咗医生都话冇得医噶，咁我冇办法啦。最多咪就系医院开咗个啲咩过敏药，顶住犀利嘅时间咪顶住咯。所以一犀利咧，哇，神堆自治不停紧打乞嗤，跟住流鼻水，跟住痰都会多。是啊是啊，会的，耳鼻喉啊嘛。他那些全部通的，就变成没办法，就很辛苦了。我上次呢医过一个老师啊，他教中文的，跟着呢他又不是鼻敏感啊，但他经常到鼻塞的，即是他没有打乞嗤，但我告诉他鼻塞，他说不嬲呢就不懂用个鼻头皮的，跟着呢不嬲都用个口头皮，因为他塞住用不到。是啊是啊。跟着呢我帮他拉返直个鼻呢，他就跟我说Vinny， 我而家咩叫知道个鼻可以透气？咁啊，仲惨啦！我不嬲都唔识用个鼻透气，因为从来个鼻都系塞住嘅。佢话啊，跟住我话，其实你本身里边有少少鼻炎嘅，跟住咧帮佢处理咗之后咧，佢都渗好多啲嗰啲脓啊、嗰啲痰出嚟嘅。咁佢渗咗出嚟之后咧，啊，佢就通翻晒啦，即系里边有啲垃圾同你清走咗咯。咁系一唔通。就是不呃人的了。是啊是啊。不过你没有想过是有嚿骨压住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他发了气了，哇，个鼻入边好痕。好痕是吧？是啊，真的很辛苦，他要不是痛是很痕。但是你就觉得很辛苦。同埋你有没有留意一下，这个拉返直呢，这个鼻骨呢你摸返去，会高返少少。你再摸这边。是是。整个鼻骨跟你拉返高的。嗯。啊，这边。我不嬲都是鼻梁是。大你的人我陣間我高翻少少，高鼻梁係啊，高翻咁就梗係好啦。好，我哋又繼續冇整，繼續整埋隔離嗰度好唔好啊？嗯，好 ，OK。啊，都好明顯咯。睇到。咁樣咧，我陣間又同你做翻呢一邊咯，知唔知？咁你戴眼镜咧，你就会觉得再顺少少嘅呢嚿骨系啦，就
知唔知啊？系啊，呢度刮个穿。系啊，嗱只眼睛擘开俾我。因为有啲痛添。系啊，少少擘大嗱，呢只眼睛争好远啊。嗯。啊，你擘擘得开啲咯。系啊系啊，你擘大多只啊。嗱，呢只做咗，睇唔睇到只眼睛大咗？系啊系啊系。有时辛苦起嚟咧。嗯、真係覺得眼都開唔到咁，係咪啊？打側少少啊，打側少少係。擘大少少個嘴啊！就將你成嚿骨吞翻入去。呢邊塞得犀利啲。嗯。嗯，等多少少啊？嗯，得啦。O K， 啊，打一次呢度有刺噶，后边嗱、啊，有鼻有你冇纸巾，俾个盒嚟，俾张纸巾嚟，嗰度即刻攞翻嚟。唔好太遠啦！個嘴擘開少少，係啦，嗱，自己摸啊，哦。有冇感觉？系系，但少好似细咗好多咯，系啦。嗯，呢个系犀利啲。呢边犀利啲啊！呢嚿骨而家咪冇咗咯。系。啊，咁样拉翻落去啦。因为颜色仲有少少啦，呢嚿骨咪冇咗咯。唞气点啊？唞气，而家冇事，几好。系啊。嗯，好，我哋慢慢起身。好，哦，老师啱啱帮你做完个鼻嘅感觉点啊？哎呀，而家通翻晒，舒服咗好多啦。系啊，我觉得你眼睛好似开咗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眼咧就好似擘得开啦，擘得。之前系啊，有时咧就系整整下个眼，点解好似好似要喐几下先可以开到紧咯。系啊，头先嗰两头先又介绍咗大家睇啦，嗰两嚿骨夹咗出嚟啊嘛。嗯。你而家有冇感觉摸落去嗰两嚿骨咪入咗去咯？系啊，而家就系咁冇之前咧，如果戴眼镜咧，呢度就觉得压住晒。系啊。而家咧就系戴咗眼镜咧，就好就顺翻好多啦，舒服翻好多。咁我鼻又高咗啲喎，知唔知？鼻高咗，所以可能戴眼镜先系啊，先会舒服啲噶。啊，我之前都有个风水师都系，佢话阿 Vinny 我过嚟，你要同我整个鼻啊。咁我话点解要同你整个鼻？因为我戴眼镜啊，知道个鼻歪咗啊。咁我原来咧戴眼镜鼻歪咗咧，令到佢高低咗噶。哦，紧要系啊，系啊，所以我有时搞个下妆系，甚至系觉得嗰个眼镜系个。扎住嗰个位置，嗰种感觉系啊，咁而家呢度就轻松咗，轻松咗。诶、啊，我哋又除咗眼镜嚟望一望，好系啊。咁而家咧，我就觉得呢两嚿嘢系好明显咧，呢度呢两嚿骨系入咗去咯。虽然你戴眼镜有少少人，但系呢两嚿骨系明显就消失咗，就同你拜拜咗。系啊。咁如果你今晚咧翻到去感觉咧，你就会睇下瞓醒觉嘅时候，仲会唔会啊打黐流鼻涕？有啲人都仲有机会仲有嘅，可能个次数就少啲咯。但有啲人咧就冇咗都有嘅，个个唔同嘅。系啊，睇下点啦。系啦，系啦。但系而家感觉唞气个方面，眼睛就同你，因为你呢个位咧其实又塞埋个泪管啊，所以咧我帮你通埋。咧个泪管都打开，所以你眼睛就忽然间冰冰咁样大咗。哦，即系
连埋嗰个眼睛嗰个泪管。系啊系啊，就顺便同你整埋咯。嗯啊，所以你睇嘢系咪觉得有力翻少少？系啊，未必话即刻好清楚，但系咧你戴翻眼镜，你会睇嘢系清啲同埋有力少少嘅。系啊，我依家咪攞咗眼镜咧，就清咗好多。因为之前咧我唔攞眼镜咧，就系一攞咗就蒙查查。我上次有一个咧做完之后咧，啊，佢都拍过呢个小朋友咧，就系本身要戴眼镜戴咗好多年噶啦，而家唔使戴眼镜啊。哦，咁啊，佢不过我而家真系个鼻清咗好多，清咗好多。系啊，我嗰副眼镜已经系属于重新配过。啊！我当时咧就话，诶，同嗰啲眼镜先话，哇！之前嗰副我话低低下，而家蒙晒咗好多，睇唔到啦。咁啊，呢副眼镜批咗冇几耐咧，我要开始又觉得好似，点解咁快脆？系啊，因为老化啊嘛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你而家头先讲咧，你就系2019系嘛？2019就开始入鼻敏感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咁啊，2019就困咗咁多年咧。咁呢一个手法帮到你，你觉得点啊？哎呀，几好啊！即起码就话我哋而家知道鼻敏感唔系话冇得医，只不过系冇揾到呢个识得医嘅。未揾到喎，即系最知啦。系啊系啊，呢个我真系未听过呢个手法。呢个手法系简单，你见到都好快脆咁啊。系啊，要几快脆，好又唔辛苦就可以做到。系啊，我开到镜，点解系咪要攞啲嘢塞个鼻嗰度啊？嗰啲都唔使。是啊，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是啊，我以为要有什么器皿啊，要去这样是不是会痛啊？整个过程都不会怎样痛的。是啊，就好少少那些。是啊，最重要就是将整个鼻骨拉回上来。是啊，但是呢要快喎、啊。快啊。跟要快靓准快靓正啊。是啊，不是要快准狠啊嘛。啊，所以呢初到有些担心会不会要整好耐呢我想到咁快脆可以教得到咯。是啊是啊，因为鼻来讲呢都撒家嘅，因为医咗好多年，好多其实鼻咧，唔好意思啊，因为鼻咧，原来咁样咧，我之前咧就系、是、有一个人鼻咧就系、是、严重到咧，佢不停咁流鼻水，佢睇医生啦，又收唔到个鼻水嘅。咁后嚟咧，我就系因为呢件事咧，我就帮佢研究个鼻。咁啊，后嚟咧，所有鼻炎啊、鼻敏感啊，我就喺度发明咗就系咁医。系啊，咁啊，我真系做到更好，效果更好。我真系要介绍啲其他嗰啲有呢啲病嘅人咧，揾翻你啦。嗯，好，啊、多谢晒。咁啊，嗰啲病真系冇办法，医院都冇办法。系啊，因为鼻敏感咧，原来大人小朋友都好多。是啊，所以好奇怪咯。而家呢神医又听到周围，我以前听到周围鼻敏感，系啊。我想问，点解香港更多人鼻敏感？唔系空气都有，唔系2019开始，我连自己都鼻敏感，我就冇谂过咁咯。即系之前都冇嘅系嘛？冇噶，之前一路都冇噶。系啊，空气都会影响其中一种嘅、啊。不过最主要咧，好多时候我哋鼻骨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有时唔好意思，系有时咧，即系唔讲唔知咧。有时加啲小知识咧，但好多人咧就系、是、鼻敏感点嚟咧咁样嗱。本身头先又讲咗几样嘢啦，系咪？花粉过敏啦，动物过敏啦、另外有时咧，我哋话伤风感冒都会成日打黐流鼻涕噶嘛。咁、好多时咧，我处理得唔好咧，就会引致咧你嘅鼻敏感未好化，即系嗰度未好化。咁样咧，你未好翻又冇处理佢，即刻佢就会即系好似有啲嘢堵塞咗，少少棘住。咁你唔处理，咁啊唔处理咁啊，有啲咪又变咗鼻炎啊，有啲人再严重啲咪。鼻窦炎啊，再严重啲咪好多。你唔好睇少一件小嘅事，其实一件小嘅事，我哋都应该早啲去处理咗佢。系啊，因为咧，有时咧系嗱，我都问医生，同埋佢哋咧就我咩原因点解会紧咧？要唔好咯，要冇得医。佢哋就话咁啊，免疫力紧低咯，就咁样一个答案咯。咁啊，我心谂咁啊，系咪只系真系年纪大咗啦，免疫力紧低啦？但是你说我什么过敏呢，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是什么是过敏、就是莫名其妙，就是成日哎呦一发作就辛苦。就发作又分手。哎呀什么找那些水冲鼻啊，妈呀我都搞过。是啊，我见到人家有什么洗鼻啊。是啊，洗鼻。有没有效啊，找些盐水那些洗鼻。但是
就是不得咯，好翻就好翻，跟住咧一唔得佢嚟啦，就嚟啦，你都系唔知佢几时。因为咧盐水洗鼻咧，其实我有听过嘅，咁我亦都朋友试过。我觉得盐水洗鼻咧，其实如果你鼻孔咧有污糟嘢咧，令到你痕啊、敏感啊，咁系 O K 嘅。但系如果你系鼻炎，系因为你个骨歪咗，鼻骨歪咗引致你鼻敏感咧，呢啲就唔 O K 嘅，冇用嘅。系啦，我以为冲咗有两种嘅，买咗嗰啲冲咗之后，你用用下都好咩有系。因为我哋成日都系啦，因为帮人医病又好，帮人整整形又好，我哋咧最紧要揾翻佢个源头啊，个源头系乜嘢啊？即系所谓个对症。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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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如果你揾唔到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问题嘅，即系 original 嗰个源头系乜嘢咧？其实好多样嘢咧就系徒劳无功嘅。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唔系根源上边解决得到咯。即系就系人哋话就话去唔到根咯，嗯，好啊，断唔到根咯。咁我希望咧，咁样做咗之后咧，如果系保持好耐咧，咁就真系可以断尾就好啦。系啊，你敏感大部分都可以断晒尾嘅。咁啊，咁 OK 嘅。咁我哋咧就系、是、下一 part 咧，我哋又讲下鼻，讲下耳鸣啦。看緊影片的觀眾朋友，希望你們立即訂閱我們焦點 FMTV 的 YouTube Channel。 我們是一個知識綜藝的網絡電視平台，希望接下來的影片和視頻會繼續可以帶到更多資訊給大家。新一年我們迎接五週年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訂閱和支持我們。